我是老齐，我的太太名字叫做小猪，我的宝宝的名字叫做小辛巴。抓住小猪了，快住！在我做一个爸爸的人生里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就像这个狮子一样，可以健康的成长，可以自由的奔跑在一片美丽的这种草原上。到拉普拉邦的100公里烂路，非常的烂。辛巴，前面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，你看到那个大金塔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我们去老挝去看大象好不好？好啊， Let's go， 准备出发啦。刚进老挝境内，然后就已经开始下雨。辛巴，跑这些颠屁股的路好不好玩？你是什么感觉？妈妈感觉啊，看看爸爸，看着爸爸。咦，那你是勇敢的小孩子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正式进入到拉普拉邦的100公里烂路。非常的烂，大家快看！淹死我了，全是坑。有点难。给卡住了，面罩卡住了，这个。哎，我看到。来，是不是 ？OK， 来，我们。行，辛巴巴 ，Thank you。拿个小虫子，吃一个小虫子。辛巴，张大嘴巴把它吃掉。大象，大象好好看。OK，Thank you。我会掉下来的。你会掉下来吗？会。辛巴，你慢慢的走过去，没关系。递过去，都放到大象的鼻子里。去。